你要去改变一个人的时候多累啊，放松生活就好了，想在一起就开开心心在一起，给他自由，直到有一天他愿意为你改变，不想跟他在一起就别在一起，因为你忍受不了。女生也是一样的，男生的要求摆在那儿，你发自内心的问说那样我是快乐的，你就那样去做，就接着爱他。男生要求摆在那儿，你会发现我根本压根就不快乐，走也没什么呀。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小林，其实刚听了那么多老师的话，我觉得我是时候该为你改变一下了。都说爱是包容，爱是理解，我以后可以这么宠着你，但是就是你还是可以，就是说多为我着想一下，我什么我都顺着你，行吗？其实我明白，那么久以来你一直在包容我的性格，然后有的时候我是做的有点过分了，但是你知道的，我的性格就是那样子，有时候你就是把我想得太坏，其实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坏。是，别哭了。啊，请亮灯，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来，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易贝诗纯净面膜提供的爱情保卫战的纯爱定制礼盒，纯的爱，放心爱，易贝诗纯净面膜。来，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请见证。小林，你先别哭了，咱们以后好好这样走下去挺好的，我以后我会改，我会好好的变强壮去保护你，你知道我爱你就行了。我知道，以后我也会多在乎你的感受，我想我们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好不好？好。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不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好好相处吧，啊，谢谢你们能来，请回。谢谢啊。谢谢。